徐怀钰近日登上大陆歌唱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受到各界高度关注。不过他日前首次公演时，却因为表演前练习不够，在舞台上的表现遭到不少网友的批评。而在最近播出的节目中，他的亮眼表现受到许多观众的好评，彻底洗刷之前的负面评价。曾阻挡每个梦，每一道门，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。许多网友看到这段影片后，纷纷大赞他的嗓音好清亮，好迷人，歌声真的太好听了，也直呼他的表现越来越好，不但音色很美很动听，而且唱歌时眼神中充满自信，认为他终于找回原本最佳状态，纷纷为他感到很开心，直呼他真的是太棒了。在想夜那么黑，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，每一道门。